Corban 产业材料事业部为事业部门多样化的一环，于2001年4月诞生。产业材料事业部以制造厨房用人造大理石为开端，透过持续的设备投资及研发，从2005年开始自身开发生产 BMC 素材人造大理石之原料，建立了从原料锻造到加工整套生产监管体系。在一年2006年开始生产 SMC 素材之水箱，具有韩国国内最大生产设备和规模，引领 BMC SMC 业界。 Corban 所生产的 BMC 人造大理石在绿色环保素材料里混合提高质感和色泽的添加剂，经过高温高压成型生产，且具有国内最大容量的成型机，供应最大尺寸及多种规格与色泽的产品，具有良好的耐热性和耐久性，华丽的外观及价格竞争力。 Corban 主打产品如厨房水池上板和水槽品质的优秀已得到认证，正供应给韩国优秀建设公司的住宅楼宇建设，在日本、中国、中东等海外市场也深受欢迎。 Corban 的另一主打产品 SMC 水箱部门以向消费者安全供应干净卫生用水的使命感全力进行生产和管理。SMC 水箱将绿色环保复合原料经高温加压成型，在施工现场透过简单的螺丝装配施工，可以多样运用于10吨以下的低水容量到大容量的水箱。考虑柱子，采取 L 形状，围绕柱子施工等，可依现场情况便利施工的组合式水箱，特别是使用为水箱材料的 SMC 板，获得了世界权威饮用水规格的英国 WRAS 规格及水箱安全性的新加坡 PSB 规格认证。为了水箱的安全性，不仅液体静压负荷从4倍数提升至6倍数，还可抵御地震、台风、积雪等外力。通过结构分析生产产品，认定为具最高卫生性和安全性的产品。Corban 除了人造大理石 SMC 水箱以外，还开发功能性浴池、洗脸池、上下水用 SMC 井盖、厨房水池本体等。 Corban 的所有干部职员为了制造完美的产品，全力进行培训、品质管理、工艺管理，为成长为给顾客满足且受爱戴的企业而努力。Corban 的产业材料事业部门并不满足于顶尖的位置，供应最优良产品的企业，追求顾客满足的企业，我们将立志成为向全世界引领未来的大韩民国代表技术企业。